近年啦，有關氣候變化等等嘅議題咧，就係令到全球都非常關注啦。咁而投資者咧，我諗對於 ESG 呢三個字都應該唔會陌生啦嚇。但係由於範疇好大啊，都唔知點樣揀，所以今日咧請嚟基金界朋友傾下偈。嗱，今日咧請嚟 91 象達嘅 Marco 就傾偈。Hello，Hello，Debbie 好。